欢迎两位来到大理微山。奔跑吧，兄弟！怎么这么兴奋呀？等一下，我有个问题，其他人呢？隔空欢迎一下。好，欢迎。微山古城中隐藏着八道谜题，你们会获得指向谜题地点的线索，寻找谜题的答案。没有，好大，给我们上强度了，我发现。和他们的特种兵旅行不同，今天大家将继续乘坐茶马古道的专线大巴，一路走走停停看看。好，优雅的啊！你这告诉我这是优雅？你不怕把自己呛死？据说90%的人上完厕所之后都会打个饱嗝。那是你。胡老奶奶过完马路后，你对奶奶说：“请给五星好评。”姐姐给我换一把。如果不对，我就把摄像头吃了。哦，这腰腹力量是真好。我们太强了。等一下，这跟我想象中的跑男不太一样。我好开心，我好幸福。